Hello， 大家，欢迎你们来到我的频道。这是什么味道？哥伦比亚。啊？哥伦比亚。哥伦比亚。就是还买了一个这个特殊版。对，它是这个特殊版。在一个华超，看见有卖这个王中王双汇。在哪里等？这是什么衣服啊？这什么号？XL。XL。我觉得你买的有点大。但不是XL是合适的，他们说合适的，哦，也差不多。你买的这个是 Unisex 吗？对，好大一个，就很肥。等会穿上试试看吧。洗了再穿。哦，这个衣感觉大小差不多。这个也是XL号吗？对，这个感觉XL感觉不大。看一下背面。是不是XL？看一下。对。这个应该是牛肉吧？应该是一份牛肉。它是块吗？牛肉片吗？牛肉片，这是第二份。嗯，对。冰吗？对，这边不过。这个应该是酱，应该是调料。这是沙茶酱，这就是他说那招牌沙茶酱。那里面放鸡蛋的是哪一种啊？就是豆皮啊什么玩意儿。哦。嗯，然后这个是它的生菜什么这些菜，然后葱乱七八糟，里面没什么东西。然后就这个，这里面算是什么啊？它写了一个啥？不知道。嗯，就这些。还有鸡蛋什么？够两人吃吗？这两人份，然后我记得汤底，它就是还是个冰，然后再化，然后它汤底比较少吧，然后右边的估计得吃一个，弄个小飞扬的番茄火锅底料，鸡蛋、虾，虾只有两只，然后是应该是他手打的丸子，看起来好小，据说很好吃的云吞和水饺，这个是什么呀？牛舌吗？这个东西，牛肉下面应该是百叶，还有两份这个牛肉。牛肉片，非常推荐的这个沙茶酱和豆皮，这是菜，然后自己又备了肉，就是在华超买的羊肉片，因为他们家没有羊肉这个。他们家有羊肉，但是具体没有，因为不了解，应该是有。哦，我以为他们家不提供羊肉，只有牛肉。是什么料？那我自己看给你调去。你帮我看吃什么？直接吃了。不加，没事，来来来。爆汁有鲜味。嗯，蘸点汁吃。蘸哪个酱？蘸那个稀酱，你蘸两个都行。你觉得他两个人的套餐少吗？还好吧，有鸡肉的。我们今天的新菜送你们一份哈。好，谢谢。鸡肉的话，一份鸡是9.99。哦，那再加一份鸡吧。是半只哈。啊，行。这是牙签。哦，谢谢。谢谢，不客气。那再加。这是啥呀？响铃，就是那个。但是他感觉他就是没有散哎。嗯。他还挺好。嗯。这好可爱啊。后面有橘，长了橘。这个袋子需要解开吗？不用。这袋子，这能吃的吗？这个。嗯。里面包着虾，这虾饼不像外面买的那种很薄，这个挺大的，还挺厚的。你觉得这个海鲜怎么样啊？挺好吃。你觉得还行？可以，就觉得好像有一点淡。有点淡是吧？对，尝起来还挺好吃。这个是啥呀？长得跟兔子一样，还有两个脚。这好像是那个。啊，这章鱼。
章鱼好像是有点大，还好吧，就是也不是很大，章鱼的头咬不动，你感觉还挺好吃。吃的还挺多的材料，现在就剩我们了，真的是包场。你怎么能吃兔兔呢？来来，给你再来个兔兔。你看你这个太残忍了。谁吃了呢？好甜啊！就什么味儿呢？就有点奶味儿，大白兔奶糖的味儿。另一个都不怎么转，这转确实挺快。对对，三二七。